校园大使郭佩如。嗨。嗨。嗨什么？没有这段吗？你们是谁？我是谁？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，我叫做世轩。讲一段吗？看你男的是不是？默契了吗？干掉，完蛋了。好，你先。我听蛮多的，像重金属的，然后乡村的，然后蓝调都有，但是我特别喜欢碰碰爱的。哦，真的很棒。对啊。哦。所以我问他哥，哈哈哈哈哈。他是我们的装备王，他的装备王，他的装备厉害。刚刚看到，等一下。他设备也牛。我的话平常是比较喜欢那种创作型的歌手，像魏如萱啊，或是陈绮贞之类的，红安妮那一种系列的，就是比较小清新系列，走文青这些，对不对？文青，不错。对，那你呢？我其实听得蛮广的，那对，因为我很敷衍哦。等一下啦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还有一段稿。我觉得我华语歌手，我自己蛮喜欢林俊杰这些，还有像那个林宥嘉这种比较老一点的，年纪比较大。所以你现在造型是模仿他们是吗？其实是为了，是为了。哈哈哈哈哈。鬼神那个。鬼神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大雪龙。那非常开心，你们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你们自己的音乐。那我们既然我相信你们都是喜欢音乐的，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有在使用 KKBOX 的音乐平台吗？有。有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你们最喜欢 KKBOX 哪一个点吗？就是点。我觉得有动态歌词。动态歌词。我知道我在唱什么。就是还是讲走了。那谁先发言？就不用自己滑那个，就是网络上一下练歌词方便的。对。对。而且它现在是有电台的部分，就是因为我们平常有直播，然后对于电台的话，其实还蛮可以去深入大家的心灵，要去听歌啊什么。我觉得歌就是听歌可以抚慰心灵。我也是可以那么老手，还知道可以一起听，对啊，不错。那你呢？我自己好像都不想玩啊。然后你也有？我觉得我那时候 KKBOX 的时候是。我那时候很喜欢他的分类清单，然后我可以找寻我自己喜欢，比方说我喜欢 hip hop， 我就放一个，然后是我最近喜欢的，我就先加到可能最近播放的这种东西。然后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是，他可以真的下载下来，而且他的音质很棒。然后你在高铁上就不会被干扰，就有些时候你没有网络的时候，还是可以下载下来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蛮方便。不错，真的是大家都很厉害，都知道很多 KKBOX 好用的点。那我觉得你们都是喜欢音乐，对不对？看得出来，看脸就知道了，就是看脸。我看脸就是中意他。好，不要你干嘛这么大声？好，那我们来跟你们玩一个有关音乐的小游戏，好不好？音乐的小游戏。好的。那首先呢，这个游戏叫做对牛弹琴。然后首先你们三个要先派出一个感觉音感比较好的一个代表，行吗？你不要看我，用脚手部。脚手部。耶、yeah! 啊。我原来是艾伦诶，不错。那我们就麻烦静伟吗？静伟，对，麻烦静伟帮我们喝一口水。等一下，就是含着嘴巴，然后我给你戴上耳机，然后当耳机里面放的音乐就是放出音乐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要哼出那首歌的音乐。哇！然后是不能自己的哼，是要张开嘴巴的。有没有很生动吧？可以吗？然后在限时2分半内，然后。你们可以猜出几首，就是你们今天可以宣传的时间的。一首。哇塞，就是我们两个猜。一首是一分钟。对，一首一分钟。那你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游戏吧，耶、yeah! ！好，那现在就请我们静伟帮忙喝一口水，帮我戴一下耳机，你们可爱的耳机。真的蛮可爱。少女心耳机，你看他就感觉少女心。他很怕，你知道吗？来喽，等一下。开唱了吗？开始了。
两只老虎。你完了，完了，没有宣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要认真。哦，这个这个 demo， 什么错？对对对。我突然好想你。哦。
家， yeah.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。好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IG 哦，我是艾儿。艾儿，那我是世轩，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账号？ABBIETA， 好，我们再问马，马在这边，好，那静伟、世轩、陶艾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他们三个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音乐，谢谢，非常谢谢你们，没错，我们11月11号也是明传大学的，明传大学的学生表演，在真的假的，好，博物馆，我来表演。下次去，没问题，一定要去多多捧场，可以的。都是名传，没问题，都是名传。可以。